乡亲，早上好，欢迎收看今日十月二日公视台记者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祖。先开始，咱来关心美国众议院通过香港人权民主法案了后，英国即马嘛有上议院的议员提案，要针对香港问题来辩论。昨暗将近一千个香港人提英国的国旗走上街头，因支持英国的议员替香港人发声，望英国的政府和香港人第二国籍的居留权。四年功夫正式撤回修订多番条例，二十三暗时也受真侪民众行上街头，替英国国旗甲标记，伫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外口游行，用和平抗争方式，呼吁英国关注香港反送中运动诉求。英国上议院议员奥尔顿提议，伫英国时间二十四对香港问题辩论，希望国会关注香港最近政治不平衡问题。呼吁爱护香港人第二国籍甲居留权，这场真侪人参加的活动，就是要表达对奥尔顿提议的支持。人一路为正义都摆到高等法院外口，个别少人替英国国民喊话号召，参加的人发表声言，讲英国甲香港除了伫文化甲历史有连结，嘛共款追求民主甲自由价值。一杯最后是和平结束。记者综合报道。香港这一波反送中的源头，起头会当讲是去年在咱台湾开始，伊的女朋友的香港嫌犯陈东家。陈东家昨昏在香港出家阁，牧师有陪伊发表简单的声明，伊讲伊做唔对代志，伊愿意来台湾自首接受审判。又唔过现场有媒体问伊讲，伊敢有受人利用，变作政治谈判的条件？伊这部分伊无应，伊随离开。九十度深深惊咧，为去年伫咧台湾犯下香港女子伤心命案回事咧，穿蓝色外套的香港凶嫌陈东家，总算伫咧二三再去刑满出狱。西贡壁哦，家家一边真侪媒体咧等待，陈东家伫无输管和平的陪同之下，接受媒体访问，一开始就对死者伊女朋友家属回事咧，强调愿意自首在台湾受审。没退啊！我是上马。上下等于说等下，所以我因为有自己的冲动，我有自己犯下的错事，自首返去台湾服刑受审。陈东家强调，愿意为家己冲动做唔到代志来台湾自首，也感谢亲人对伊不离不弃，佮讲对香港真实的，希望大家会当给伊一个机会。最后，对于社会、对于香港人，我对唔住，希望各位嘅原谅，希望各位可以俾机会我。重新做人，俾个机会我。陈东家面对媒体展现回忆，按过现场媒体所关心的，也是伊敢早讲家己变成香港甲台湾的政治条件，以及认错感是主观等等的问题。你觉唔觉得自己变咗个政治筹码？觉唔觉得自己被台湾同埋香港利用咗啊？你个认错系咪自愿噶？系咪自愿噶？面对媒体的问题，陈东家无回应，选择二度行礼回室内，了后就坐牧师的车离开，去九龙湾的方向，并且开入一栋私人的徛家内面。落尾媒体拢无拍到伊。另外，刘一辉包括韩江富，公馆一派检警来香港押解嫌犯，但是香港行政会议的成员汤家华表示，香港台湾并无司法合作协议，若是台湾派这块警员押解陈东家，干来当去机场转机处等待，并且由机关局协助安排，阁由陈东家家己过境，含这块警员会合登来台湾，强调讲这是较无正义的方法，会当充分尊重双方的主权。记者综合报道。香港嫌犯陈东家敢有要来咱台湾投案？陪在伊身躯边的香港牧师关浩明表示讲，原本伊有买回程机票买好啊，不过后来取消啊，即嘛无确定当时会来咱台湾。牧师嘛讲，希望台湾会当公平审判。再个乡亲，咱来去现报纸，咱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联合报，今年流感的预防下，选组疫苗选组有去研究。
即马咱国会公国内公会的议风下，按算十一月十一才开始注射，所以疾管署决定自十一月初一开始，先开放用抗病毒药剂，也毋过这部分健保无给付。来看自由时报，内政部按算要讨论宗教不动产暂行条例草案，要解决道场土地继承的问题。一旦免扣卫生税，也够政务税。全国的宗教团体嘛，按算要联署，甲宗教界五帮讲好政府知。来看《苹果日报》，华府智库台湾研究中心发表报告，探讨中国利用各种管道影响咱台湾的选举，嘛发现伫咧2018年咱台湾地方选举，在进前要选举进前有大量的 PTT 口罩伫咧虾皮，也个淘宝伫买卖，较有力的口罩一个爱200000的新台币。来关心总统蔡英文昨昏去金门，伊去参加高龄头正业70周年的纪念活动，伊毛讲到陈东家这个案，总统强调讲陈东家已经是予咱台湾通缉的对象，所以只有逮捕并无自首的问题。伊毛讲，假使香港无要改管，就交予咱中华民国台湾处理。香港都著名案嫌犯陈东家23在香港出狱，近前传出陈东家愿意来台湾受审，引起风波。总统蔡英文出席金门高龄头正业70周年纪念活动的时回应，陈东家案只有逮捕无自首的问题。既然这个香港的政府不愿意行使管辖权，替受害的香港人伸张正义的话，那这件事情就由我们中华民国、我们台湾来处理。他是一个受通缉的凶嫌，只有逮捕没有自首的问题。蔡英文和玉港府提供司法协助，尤其是相关的重要事情，这也是蔡英文上任之后头一次参加高龄头相关的纪念活动，亲身去太武山公墓献花点香，致辞时讲到和平不是靠弯腰来的。武林头战役也提醒我们，和平从来就不是靠妥协退让，更不是卑躬屈膝，而是要靠最坚实的国防以及团结的意志，让世界上的人都知道我们守护主权的决心。除了悼念伫咧前线阵亡的官兵，蔡英文嘛颁奖参战老兵纪念章，和高龄超过90岁的老兵感觉真大心。我们希望啊，对军民能够感受到政府的温暖。八个人打死了四个，还有四个没事，我就是大面没有死掉了。我每次来我都看到总统了，我都高兴。蔡英文讲，若无国军当年固守金门，就无今仔日台湾的民主自由甲繁荣。会坚持国土主权寸步不让，民主自由坚守不退的目标，保卫主权，卖做国军上强的后盾。记者综合报道。针对陈东家这个案，香港政府昨昏有发出声明，拒绝咱台湾的警方下警执法，去香港把陈东家押走。即马咱行政院长苏贞昌昨昏是批评香港政府拒载嫌犯爬走，香港不爱办，台湾来办。陈东家案引起港台政治司法辩场，两位会议之尾，阿妈香港府要求派人到香港传回陈东家。不过港府煞在23日透早声明表示，这员工是跨境执法，无尊重香港司法管辖权，完全不当接受。行政长苏贞昌真生气，批评港府放任同犯爬走，叫陈东家一到台湾马上抓人。那现在我们认为香港不办，台湾办，所以只要一入国门，我们一定抓起来。只要在我们国境，我们一定逮捕归案。苏贞昌强调，台湾从来无放弃司法管辖权，真早就承认，华部会小组承认，只是到底陈东家是不是应该逮到案？内政部长徐国勇表示无固专，不过必须临柜申请签证，而且杀人犯坐飞机会有飞安风险。管局长邱国正也认为，这时阵陈东家来台湾被自首，其中一定问题。他会是商务，会是观光吗？也不是嘛，所以他可以来，但是要去到我们的临柜去申请签证嘛。所以我们并没有拒绝入境，港府在做这些操作，那为什么要我们这些人有一些不了解的状况，也跟着在跟着港府在讲这些话，这样子等于是被他们利用了。司法互助，请他回来，他都不互不同意，港府现在突然同意，你觉得其中必有诈，是不是这样？对，我们这在这一个结果，我们不得不这样考量。
对港府拒绝台湾去香港撮会陈东家甲政治，立委会前去发表六点严正声明，会结表示，港府故意放弃管辖权，故意拖延时间，嫌犯被通缉，都不符合自首条件，即马凊彩放人，让香港成为杀人犯刑事个件犯罪天堂，实在真憨果。要警告港府，一切恶果，拢应该由港府承担。记者综合报道。香港嫌犯陈东家敢无要来台湾自首，引起哪里对呛？台北市长郭文德也批评民进党政府看报纸在治国，也讲看这个办事就是蔡政府跟中国在过招，看起来真趣味。香港凶手陈东家在香港早起出港，但是他敢是会到台湾才受法律制裁，不然台湾跟香港有主权公风阵，还让哪里对阵，连台北市长郭文德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也忍不住批评民进党政府看报纸在国家中心思想是民调。早起他进一步指出，蔡英文政府跟对岸的过招看起来真趣味，但是不需要他照民调做调整，等于是小英政府跟大陆在过招嘛，说啊，这个看起来很有趣啊，就这样。要是我的个性，你知道，民意专业价值嘛，有时候还是要价值嘛。我的态度常常是依法行政嘛，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嘛。那但常常忍不住就是按照民调去调整嘛，我觉得不需要的。但东家事件啊，郭文泰刚才是用站在边啊看的态度来看，但是其空气空的立委选战，伊煞必须爱计较，因为伊的民众党想要做国会的第三大党，直接挑战时代力量。有风声时代力量有意思规划，让立委黄国昌甲郭文泰港台互相优选情。时代力量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他们在要不要当小绿这件事情，他们内部争议很大。如果真的跟黄国昌同台的话，到底是你们拉到他的选票，还是他们拉到你们的选票？都有可能啊，或者是互相哄抬。郭文泰指出，为历史来看，新党、亲民党、时代力量、台联，因一直在中央历史。台湾民众党在政流里面决定要跳脱哪里统独的议题，但是应该是在力量是竞争也是合作，也是保持顺其自然的态度。记者郭灿曾志成台北报道。啊，那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伊已经请假被变选举，昨昏伊是去家己的竹崎、甲中埔、甲农民、甲个观光业者座谈，伊答应讲要倒销地米，其中嘛有人建议讲要伫个3000公尺高的山顶设新基台。韩国瑜伊嘛有答应啊，也毋过这是随引起山友的不满。嘉义倾听民意第二天，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先甲竞选干部座谈，佮听地方观光业者等人的心声，讲到地销外销。韩国瑜提出地文化行销政策，要将地销往有使用地的所在，增加销量。不过，并非所有建言拢受欢迎，为了拼观光，提出予故宫文物一摆展出的想法，都被故宫反对。是观光产业协会跟我交换意见。那1/9在展览，8%在山东里面。那事实上，故宫的展览的空间，大家是不是要思考，要予扩大？至于空间如何提升，如何再扩充，我相信那都是技术性的问题。强调推故宫文物展展出的想法是有人建议，不过恐惊建言成过侪未互相化。在去伫中部乡甲竞选干部座谈时，面对有人提出伫3000公尺以上悬山设新基台，韩国瑜也答应。升旗台这个是一定要，谢谢。南方改革那是不容易，但是宣扬爱国精神，宣扬爱国的文化。但不过这个讲法引起不少山友反弹，因为破坏山林。韩国瑜讲到各种民意展现接地气，对执政党是火力全开，批评政府对陈东家的代志为拒绝交改组，由台湾家己审判，是政策变来变去，明显发现人民反弹，这态度大转变。记者综合报道。在咱来关心天气，今仔天天气甲昨昏差不多，差不偌济，早暗拢有较凉凉，所以乡亲若有要出门，一定爱会记哩脱衫。咱来看温度，因为受东北风的影响，各地早暗拢会较凉凉。中南部即日时暗时温差有较大。伫个今仔日，伫个东北部也过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雨，东部甲东南部有零星的短暂雨，其他所在是侪云到好天。南部山区过到了后，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
来关心台南市新市国中拜二的中昼吃过营养午餐了后，餐就是集体中毒，全学校拢总有700多人，结果陆陆续续拢有老师甲学生拍不到吐、骨老、毛人发烧，昨昏有171个学生囡仔请假伫咧厝诶休困，卫生局接到通报了后，嘛派人去学校诶灶卡去稽查，要来调查原因。台南市政府卫生局人员到新市国中的灶卡稽查，因为23接到通报，后来师生敢若是食好好家己做营养午餐了后，暗时就有人出现想要吐、下巴甲部分发烧情形。新市国中昨天中午的午餐，总共有710位师生来用餐，结果当天晚上7点开始，总共有236位师生有不舒服的情形。那今天因为有171位学生请假的关系，我们才发现这种情形。卫生局虽派员去了解学生状况，稽查了后发现校内灶卡卫生阁会使，暗个而且好好启动，全校消毒作业，嘛将迄天的午餐炸顿来，阁将学生的检体送检，看到底是物件歹去，也是诺如病毒所引发的。那是确定讲是食物引发的，会罚学校600元。记者综合报道。昨昏伫立法院的交通委员会，交通部长林佳龙讲，高铁从东到基南，初步看起来政府的评估这是会动的，工程费用要955亿，未来确实有起，南港到基南只要13分钟。为了解决台北基南的交通问题，北宜地铁方案已经争议真侪年。交通部长林佳龙证实，北宜地铁向新竹高铁、高铁延伸基南初步评估是会使。未来台北南港到基南市上近只要13分钟。交通部规划拍通双台南北铁路网，6点钟就能环岛一摆。解决台北到宜花东铁路的这个票一票难求，还包括拆迁。以及环境的冲击，相对来讲，都有一定的可行性。交通部评估高铁东延路线的规划，会为台北南港车站通到基南市区，有50公里，建设经费955亿。未来车程南港到基南只要13分钟，比地铁27分钟更加紧。过去北宜地铁会经过翡翠水库、集水区，宽团强烈反对。林佳龙表示，新建做高铁了后，挖水库较远，减少环境冲击，也避免大量拆迁。有没有时间表？有没有？目前这个程序我们正在做一些工程上面的分析，但是后续还是要经过环评。那具体时间表，铁道局表示，各地做工程分析，该通过环境评估。所谓行政定书通过了后，施工期估计要10年。到宜兰的时候，你不是只有到一个点而已。到了宜兰以后，它没有任何可及的方便的一个交通工具嘛。虽然政府积极打造铁路一天的生活圈，但个交通学者认为，高铁东延的计划真啰嗦，恐惊对解决西山崩坑、甲基南东地交通无帮助。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这个讲法，即马是予宜兰在地业者拢正期待，也毋过宜兰的环保团体是积极讲，选举要到啊，这未输是政策买票。每逢假日，国道5号真塞车。交通部提出高铁对东平通对宜兰市，对南港甲宜兰，敢若13分钟就有。宜兰都管业者讲，嘛爱增加地方的接驳车。都可行，都可行，但是高铁上还是有它的比较大的优势，就是可能说它载运量大，它在票务上它的运作是独立的，它时间上也比较缩短。自本北基地铁方案对南港通翡翠水库到头城差不多36公里，经费668亿，车程27分钟。即马交通部偏向用高铁对台北南港通对宜兰市，经费995亿，车程13分钟。人人都需要快，都希望快，问题是说它的代价是什么？改善现在的台铁的交通是比较重要的。现在的宜兰火车头周边有不少观光景点，城都起来吃，但是未来民众坐高铁去宜兰了后，若要去附近参详搭客，也要靠在地交通接驳。你真好啊！我宜兰较方便，出入较方便啊。台北来到这个20分钟就到位啊。这应该都是政治在操作的啦，知道吗？现在选举又到了，但是这种操作本来就应该早就要开的话，早就开了啦。在地店家真欢喜看到高铁动员，但是无希望当为选举考虑。宽团是批评政策买票。北宜直铁或者是
高铁到宜兰，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属于一个比较空的东西，它实际上会去落实吗？不要每次到了选举的时候就把这个议题给抛出来。虽然交通部认为高铁延伸路线对环境的冲击无大，但是目前规划路线嘛是会经过一水库周边。既然的宽团认为，轻易建设不如投资既然地方公共运输，若无观光客来了后，地方交通嘛是不方便。记者综合报道。去年底有一支越南团用观光旅游的名义来咱台湾了后，却规团拍无去。高雄地方法院即马认定旅行业者有协助因非法入境，而且还搁在内底抽 commission， 所以判这个旅行社一个业务两年有期徒刑。有人坐计程车离开，有人被车接走。去年以官方专案旅游名义来台湾的越南观光客爆发集体脱团，旅行业者被检方起诉。高雄地方法院审理认定，旅行社业务洪某、梅氏增加、肖文良协助三团55名越南人非法入境，协助藏起来，介绍工作加介绍性交易。被判9个月加3个月有期徒刑，刑一科罚金。另外一位业务黄文胜领两团34人，其中4人越南女子，隔天就被移送去饭店性交易，事后抽考面上涉及恐吓，被判2年有期徒刑，不得一科罚金。民事中跟校园还有共同媒介，他们跟外籍人士，有些是做工作，有些是去做性交易。那永正他以恐吓的方法叫他继续做这些行为，所以他有被判一个恐吓危害安全罪。欢迎表示，越南人到台湾进行拢心理准备是来工作，啊，不过受害女子唔知会被逼性交易。旅团分析，目的同款是来台湾工作，啊，不过旅游团的钱比私人中介较低，卡数提头前都因由政府家己建立甲承担向国家之间的平台，都未予旅行业者有这机会。台湾政府就是蔡政府要做所谓新南向，然后蔡政府要去做这些不论是观光或者是留学的这种新南向的推广化，那政府就应该担起责任来，为什么要让中介来做这些事情？刘团也讲，政府每年开大钱举行人口还款检讨会，却无对人口还款做出有效把关，相当无负责任。官方专案脱团发生在2018年12月底，有5团152位越南旅客为高雄入境后脱团，到即马依然有真侪人失联。记者综合报道。高雄专门咧卖衫的张明商款，昨昏是向高雄市政府讨救兵，讲因的商款强要火化，平常时啊拢无啥人，强要倒打。每两礼拜就拄韩国炸上新的衫转来，物件坐甲规间店吊甲甜甜，店头毛经营网络的通路，真正是伫转型，因为这个所在是张明商款，虽讲讲是高雄50年的老商款，啊，不过平常时拢无啥物人。起码也有少了3成4成，只有店面的曝光度的话，这样太少了，所以我们会有群组、有社团，然后增加这些曝光度。你看这边就进来就长明街。当兵上快早起，因为就伫咧高雄火车头的边啊，阁是车较少的巷啊，方便中南部集中来挂货。到民国70年代，形成有400多间成衣店的大商圈。迄当阵成衣店的数量是要到全高雄的一半，啊，不过即卖数量剩无到100间。现在做服装的都疲很疲劳了啦，农村阮我在6月7、7月算上完弄的啊，村内差不多拢一般拢店家个拢收，走的走，走路走路，收的收的，做客家做客家。店头表示，火车头改建10多栋，阻碍出入的交通，啊，搁有手机啊网络买物件等兴，好像款目前敢那剩一挂卖妈妈的衫，差不多得要关了了啊。啊，不过就算是卖流行衫的新裤工商款，这两栋的人减少，生意嘛是真歹。以前的倔强是这么的高等级，现在它已经降到这边的水准了。所以还是差很多。本身这商圈里，可能他本来就找出他一些有趣的店、有趣店的一些故事，我们把它店就是旧的店，把它提升特色，提升。那或是说另一个方面，是我们可能去找新的店，培植新的店家。环境跟商圈的特色，拢会去影响到老商圈的经营。高雄市政府表示，已经听到商圈的心声，会找学者斗三工搬店特色的老店头。来做有故事的营销，也会引进少年人来开店，而且赶紧把基础的硬体修理好。记者综合报道。在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土耳其跟俄罗斯达成历史性的协议，和叙利亚北部库德族的民兵150点钟的时间来撤离。未来换土耳其跟俄罗斯的部队做过伫咧边界巡逻，土耳其嘛答应讲会伫咧叙利亚北部固定停止战争。
Early this morning, the government of Turkey informed my administration that they would be stopping combat and their offensive in Syria and making the ceasefire permanent, and it will indeed be permanent.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因为土耳其答应会在叙利亚北部永远停火，已经指示财政部长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川普阁指出，美军撤离是救真侪人性命。After all of the precious blood and treasure America has poured into the deserts of the Middle East, I am committed to pursuing a different course.One that leads to victory for America. 美国进行铁棍的决定，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俄罗斯总统普廷经过六点钟协商，确定十点的协议。双方同意爱和库德族人民保卫军 YPG 为叙利亚收接土耳其的边界，铁澳三十公里，来建立安全区域。удалось выйти на решение.которые после наших заявлений будут озвучены министрам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обеих стран с целью решения, которое, на мой взгляд, эгеменлиğinde gözümüz yoktur. Türkiye olarak şimdiye kadar sahada attığımız bütün adımları hassasiyetle attık.根据协议 ，YPG 爱为东队23中昼12点开始，150点进来完成撤离。两个军警会进驻这区域的监督进度。29暗头6点就展开联合巡逻任务，扫除库德族民兵在区域内安全障碍。土耳其经过不外两礼拜军事行动，已经成功控制120公里长、32公里宽的区域来建立安全区，安置土耳其收容的200万的难民，协助叙利亚难民回去故乡。这也是土耳其这次迁都突袭边界库德族民兵上主要理由。俄罗斯是叙利亚阿塞德政府上重要的邻邦，在美军撤离了后，随介入，甲土耳其联手稳定库赫控制权甲影响力。啊，那美国在叙利亚未来演变，看起来是无所在徛落。记者宋华报道。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放任妇女权益两个外国啊。虽然女性即马会当家己去办护照出国，也毋过法律顶头嘛有写讲，查甫人会当去报警，讲即个查甫无经过伊的同意就家己走出去，爱掠起来。所以有观察家就讲，即个放任拢是做表面。即个沙特阿拉伯女性家己办护照计划出国旅行，对家己的行动范围搁较大，感觉真欢喜。وعندي ولدين وخمستاشر سنة أنا وياهم محرومين من السفر لأن طليقي ما طلع لهم جوازات ولا صرح لهم على طول أنا أول ما طلع القرار سجدت شكر不过观察人数发现，这拢只是表象。人权观察组织在内政策会议国际观察员表示，因无法度知影三国的拘留所到底关偌济，因为违反无在场法律规定被掠女性。所谓无在场，或者是确实就是阿拉伯话塔格耶布，是三国登基以来用来约束无经过允准就离开出来的妇女的法律。来者办护照的女性，卡斯其中的男性家属向警方报案，因塔格耶布。警方对应掠人，并且拘留，而且确实无得到男性驾驶允准，伊也无法度离开拘留所。因讲是直接坐车，而且唔知影什么时阵才能重见天日，这是上歹情形。沙国王都穆罕默德·萨尔曼为了改变国家形象，展现改革开放一面，今年八月初日颁布命令，放松恶名男性监护人制度，年满11岁女性应自由旅行，唔免阁看出来的男性驾驶面色。开放地港到100到115岁女性去办护照。抵抗欧洲外交关系协会表示，沙国并无将塔格耶布废除，拘留所由国家运作，避免女性伫内底处境也无透明。记者综合报道。除了湿地症可能有药啊糖衣啊，美国的新奇大厂 Bergen 因研发的新药啊有新的突破，这间公司的股票嘛起关20%。目前全球5000万人湿地症患者，有6到7成是阿兹海默症。按内地台湾湿地人口嘛在增加，按个到达无任何药啊会当直接治疗这种退化疾病。美国生技公司百健今年3月份宣布两项阿兹海默新药的研究失败，让人真失望。不过，在临床实验停止了后，研究人员用新的方法加过一病人，重新分析了后发现，其中一项研究接受高质量投药病人，在认知、记忆、方向和固件能力有明显的改善。
另外，将研究嘛，部分病人有同款效果。百间甲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讨论了后，决定明年提新药啊，提出许可申请。If the FDA does approve the drug, it essentially validates the beta amyloid hypothesis and would direct, arguably, where R&D dollars go into Alzheimer's.过去有学者提出类淀粉蛋白计算，认为贝塔类淀粉蛋白在大脑累积，可能就是造成阿兹海默症的根本原因。这项计算领导相关研究20多年，百间的新药啊，都针对类淀粉蛋白抗体。不过，某专家认为，这项新药啊，通过可能无关，除非百间会当提出更加有力的证明。So what the market's basically implying here is that the company has aboutpotentially about a third or maybe even as high as 50% odds that the drug will get approved. 百健表示，研究会扩大病人的数量，安尼治疗阿兹海默的新药啊出现希望，嘛，让百健的估计起26%。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拢在想办法治疗失智症，南韩冒新的发现，讲饲牛啊嘛可能会当治疗失智症。这是南韩的科学家把牛啊冷冻、缩打，再个磨做粉，和地白鸟鼠吃落去，发现会当治疗失智症。看起来肥肥的牛啊，可能会替治疗失智症带来新的希望。南韩科学家发现，将新鲜的牛啊冷冻打碎，磨做粉。持有阿兹海默症 DNA 鸟鼠吃了后，发现因对空间记忆、姿势控制拢有变较好。In mice with Alzheimer's disease, we found that the treatment improved memory and increased sociability and curiosity for new things. 鸟鼠吃过了后会变较好奇，攻击性嘛降低，甲其他鸟鼠嘛较好斗阵。新来的牛蛙有蛋白质、氨基酸、Omega 3，甲其他身体所需要成分。研究者建议健康民众逐天吃3到5克牛蛙粉，可能对预防有帮助。南韩已经是高龄化社会，去年65岁以上老大人，差不多有10%向诊断出有失智症，预防治疗失智症都要赶紧。The demand for major silkworm is expected to rise with its confirmed effects for Alzheimer's prevention. We will do our best to expand the number of farms with production techniques. 南韩政府已经讲会增加新鲜的牛蛙的数量，希望三官下合作。减少老大人有失智症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第五放上头，咱来去台中。第二届世界的大战，英国皇家的空军团旗喷灰色的战机，昨昏中昼飞来台湾，停在台中。今日一透早就飞去香港啊！咱即马做伙来看这台阿公级的战斗机。金色的机身伫咧台中的天顶金闪闪，在空中进场的时阵，当飞机的军机尾不断持续相机，翕伊飞过天顶的影子。英国皇家空军团旗 Spitfire 因以喷火式战机之前的时阵成功协助英军敦刻尔克大撤退，拦截德军入侵，得到英国救星的称号。中昼12:25，头一次出现伫台中降落清泉岗机场的时阵，七航线小角度入场，拍开座舱挂，军机尾对台湾各地赶来者，关家己的梦想。敦刻尔克里面也被喷火是深深的。的那个的美所着迷这样子，对，所以今天就一大早从家，我是从嘉义那边上来，还蛮特别，就整架都是亮银色的，就很漂亮，是个艺术品啦。这架喷火式的战斗机目前全世界仅剩40台会当飞行。今年的环球机编号 MJ271 参与过的英伦之战，前前后后总共作战51届，嘛是这款飞行机出来了后头一届环球飞行。军事专家指出。这架只要80岁的老飞机，无现代化的仪器，佫会当进行全球27,000英里的飞行，要克服真侪难度。活塞发动机的这种老飞机啊，在做越洋飞行的时候，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可以说是有一定的这个风险，保姆机的这个伴随跟飞行，然后才能够进行这种长程越洋的这种飞行啊。喷火小战机今年8月对英国起飞，展开环球之旅。这个对日本岛尼岛起飞，中途停琉球那霸，再去飞到台中，加油补给了后，二时再起会阁飞去香港完成环球之旅。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国宝级樱花高文龟不变，强要坐证。
一个月有研究人员派着鱼啊，行八点钟，盘山过岭，行到合欢溪水头去放，一路因是换水换平啊，甲个服务的用心，真正有影功德无量。一队人排尾十五公斤的大行李，渡下环山的管理站来出发，要去差不多是3.5公里外的小碳溪湾。这阵是雪霸国家公园的人，甲翠花社区发展协会组成的护溪队，一段盘山过岭的重要任务，就是要甲排伫脚脚头的国宝鱼河带顺利来送到位。啊，不过规个运输的过程是要到8点钟，而且半路搁爱停落来换水甲加冰，但是所有人拢唔惊艰苦。我们运输地七家湾区的水温大概是12度C到13度C，那你超过15度就不行。那因为运输过程当中你有太阳的照射，大概我们就放大概2公斤的冰块在它的周边。而且在要到位之前，护溪队还要走要2公里长的真急的山路，而且到位了后要随个400米十公分长，差不多是11个月大的小只鱼放流入去溪底。Hello。谢谢你们啊！今日伫个小碳溪湾合湾溪等等个所在，总共放流2400尾个鱼仔，甲部落个组织，泰罗个国家公园来合作，希望替国宝鱼建立分担生存风险个卫生族群。希望就是保育它在以前的历史溪流里面有樱花共舞的地方，我们希望能扩大它保育的层面。看到前两年放的族群啊，都还生长得不错。国宝鱼河带要险险要断种，敢若剩253尾，27年过去啊，增加到6800多尾。放流的工课对2017年开始，放流第一间发现有母的河带有生卵的行为，今年嘛有记录到鱼仔仔。雪霸公园国家管理处表示，每年进一步来调查数量，评估是一个成果。记者综合报道。台东要做咱全国头一个推设环保标识进程的县市，台东县的环保局为着要鼓励标识减用金纸、减烧金，若是有个做较到，就会予因环保标识的认证。台湾的民俗习惯，去庙时都会拿香，搁会炸金纸去拜拜。但是烧香、烧金纸产生的烟会造成空气污染，影响健康。台东县环保局今年特别推出环保庙时认证，甲其他县市所推动的低碳庙时无共款的是，台东县除了认证减香、减炉、减泡瓦之外，各种庙时是毋是有用电器设备嘛，得就考核。包括你使用的是不是 LED？好，节减碳，还有你的金炉，好，是不是啊？有环保金炉。嘉庆全讲，通过认证的庙师会颁发因环保庙师认证标章，对庙师吸引更加多观光客有帮助。目前台东县有220多间庙师，今年只有10间庙师参与这项认证考核，大部分伫市区，为着要敦亲睦邻，庙师大部分拢愿意配合。有一些人，他现在来拜拜，他们有时候用手拜，也不见得一定要坚持说拿香拿金子等等哈。台东县环保局表示，年底之前就会公布庙市推动环保的考核结果。按过毛庙市认为，政府应该对市面上特别的香和金纸嘛，做伙进行是否符合环保的查核认证，安尼对推动庙市环保又较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一阵平均超过70岁的时段，因骑奥多拜骑9天，环岛1000多公里，唔呐完成因的心愿。经过屏东的时，因阁送饭予老大人吃，要甲这款的活力传出去。骑奥多拜西台湾，唔是少年人的专利。一阵阿公阿妈用9天西台湾奥多拜骑1090公里，这唔呐是梦想之路，也是公益之路。因骑到屏东东港，搁一回送到去94岁阿妈处理。我今天上一个便当来你家，我跟他鼓励啊，我说我94岁，你要94岁啊，那你也是要像我一样啊，起来，我今天送便当给你吃，那你好好吃，要很开心。94岁阿公骑机车帮病回阿妈来送到，长辈袂当帮助长辈。这26位老大人平均的年岁超过70岁，为台湾头到台湾尾行透透，就是要把因的活力传达给更加多老大人，和因互相交流动力。是我们希望透过骑士，不管是在圆梦的行动，还有生命力的部分，那还有是公益力的部分呢，可以感染我们社区的长辈。伊的心情较好，伊当袂当，伊当厝较袂不足，第身体健康，第伊心情吼较袂不会得忧郁症。含因厝的人吼，会很融洽，因为他来了，他大家一直在那边聊天，
哦，那聊天以后他们就开比较开化。新无聊年会都唔是问题，这阵本老技术用因的行动创造精彩的老人生活。这阵长辈用行动邀请大家做伙对望，斗阵做公益。记者综合报道。中卫水基金会伫咧宜兰人故事馆举办读册会，带民众登去到1920年代，让大家了解中卫水推动民主的历史经过。穿鸟翅色的长衫马褂，坐伫咧头一排中，伊就是台湾民主先进中卫水先生。透过游话，带民众登去到1920年代中卫水推动台湾卫生运动的种种。那这一本书的珍贵是在于，他用18幅油画代表当时最重大的事件，然后用很多的历史文献来跟他对照。宜兰人故事馆参考1920年周维水伫咧宜兰设立读报社，一个读册会，推广新知识的模式，伫咧遮办展览，一办读册会，让民众做伙来读周维水的画影集，伫咧150多张的历史文献相片中含历史对话。把1920年代台湾反日本殖民的运动跟世界当时在民族自觉、反帝国主义、反法西斯主义啊这样的一个历史做一个连接。为着让更加侪人见证蒋渭水开创民主的过程，蒋渭水文化基金会也以行动导览，让民众行伫咧蒋渭水迈行过的路，包括蒋渭水的旧厝，迄当时设立读报社的脚印宫等等，让更加侪人感受历史就伫咧咱的身躯边。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左镇三控八高地有一间用草啊搭的凉亭啊，好行较高的过路人，也够游客会当伫遐休困，嘛通对山顶来欣赏山脚的风景。咱即妈妈做回来去。生活宝贝啊，要保护乡亲知，食薰戒毋好，电子薰唔下伫咧美国已经传出几啊十件死亡的案件。亚洲的南韩嘛发现讲，亲像甲电子薰有关系的细胞疾病一款个案。南韩的卫生部已经建议南韩的乡亲唔食电子薰啊。南韩2015年开始禁止民众伫餐厅、咖啡馆食薰，啊，毋过电子薰却愈来愈受到欢迎。根据统计，今年6月电子烟占市场销售量的13%。为今年5月份开始，美国电子烟的大品牌 Juul 在南韩也被丢。面对电子烟对健康威胁，南韩卫生当局表示，当地考虑禁止卖电子烟。외국의폐손상및사망사례 발생에이어국내에서도폐손상의심사례가보고되는등현상황은담배와관련된공중보건의심각한위협으로판단됩니다남한보건복지부장공남한이긴속견댄즈훈조신희우집배안대因为在美国有吃电子烟，引起呼吸道疾病死去案例有33件，确诊病例甲疑似病例有1479件。南韩当地进行相关研究甲调查。액상형전자담배내유해성분분석을11월까지완료하고인체유해성연구는내년상반기내결과를발표하도록신속히추진하여남한외신동교중대매니등보안이공포지항댄스훈의경교보고안나동교경례겐기민정팀지자댄스훈기자종합보도现在有一款用品，卖输增加油同款的物件，叫做液体的 OK 棒，水水高高，专门把较细孔的孔嘴给粘起来。因个医生是提醒讲，要用这款产品爱洗钱。那是用这种液态 OK 棒，还是液态万寿果，轻轻啊抹伫孔嘴面顶，就会当变作一个保护的膜，来防止水甲细菌走入去。啊，不过那是大面积，还是讲老血老滴的孔嘴，千万唔通直接抹，那无就可能造成第二界伤害，盖着孔嘴好起来。它就盖在你的伤口表面上面，那你那个渗出液大，或是有脓的话，它没办法吸收啊。对它只就变成被阻挡住了。医师表示，液态 OK 泵的主要成分是消化纤维，主要的功能是防水，较适合用伫咧已经健脾，还是讲较标准的空嘴。譬如讲富贵手的患者，若是适当的来抹，会当避免吸到水时阵正疼的感觉。啊，不过若是已经感染，还是讲已经补人，烫到伤的空嘴，等等拢无建议使用。有发炎一定要用抗生素药膏。那如果是那种流血比较流血组织液都比较多的，那也不适合使用，因为根本盖不上去。
医师提醒，这类产品大部分拢有中老的成分，有产道症的患者应该避免来使用。另外，使用了三天至五天，康脆也袂好，也是讲产生红肿痛等等的症头，就应该随去予医生看。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改善空气品质，环保署有推动机车换新的补助，每年阁要扩大到补助四星级的奥多拜买单换新，相关补助5000元。环保署补助民众汰换污染的二星级机车，一车发500元的政策到今年底为止，二星级的数量已经减少63%。为明年开始，环保署要来改补助四星级机车汰换新买，对象是1996年9月30日以前出厂的车龄至少是12年的1到4机车，大约占40%。那这个是属于比较旧的一个车辆，像碳氢化合物，大概是现在汽车排放标准的2倍。好，那一氧化碳是现在汽车排放标准的1.5倍。民众若汰换1到4级的四型电机车，改买重型电动机车，会当得到5000元的补助；轻型电动机车3000元，7级燃油机车5000元。想要换车的民众表示，会因为有5000元提悬换车意愿，但某民众认为即马机车卖真贵，补助了后车价嘛是伤过悬。本来就是旧车也要换啦。所以就是有这个5000块，你会愿意换这样子？对啊，那车子还能骑，你干嘛一定要换？补5000块没有用，最主要要跟那个厂商讲，那个价钱不要抬到那么高嘛，抬到那么高干什么？环保署表示，还有其他的补助，包括工业局补助新买电动机车有7000元，不同的管区嘛有不同的方案，所以嘛是鼓励民众汰旧换新。不过，那民众嘛是要想要汰换，敢会加严机车电检的排放标准来管制呢？环保署表示，即马嘛是先以鼓励汰换为主，未加严标准。记者林志文公告报道，报道。为着要训练咱全台湾的消防警官，第一礼拜六礼拜会伫屏东举办全国头一届车辆救护的挑战赛。破窗，好，破窗了，现在请眼睛闭起来啊，非常的好啊，不要紧张，不要紧张。现场消防人员把握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拼性命地救防掉在内底的人。为着要救车内底受伤的人，消防人员先把塔门弄破。真无简单，阿丽入去车内底，啊，不过车已经变形，必须提出油压针来破坏车门，才顺利把人救出来。虽然讲这干那是演练，啊，不过队员嘛唔敢急放火。规个救人的过程缩短到18分钟以内。受于空间的狭小，我们要做有限的处置是非常有困难的。那希望借由这次训练，可以把救助跟救护结合在一起，让我们可以发挥更大的效能。这样就好，快点准备好了。真人，准备破后真人。队员表示，其实车祸发生的时阵的状况，真正是啥物款都拢有，有可能是两台车踏错火，毛可能是三台车小龙转来变轨等等。所以情境模拟训练是真重要的。在练习的情况下，可能会把情境设得相对复杂。那我们的用意就在于让我们操作的人员可以来做临场的应变，那加深我们的同仁对于这车祸救援的能力跟技巧。我希望说未来遇到这类事故，我们能够在最安全的情况下，我将这个受困的伤者救出。台湾车路的意外状况是真多，要安怎在黄金时间以内，赶紧把车体破坏、把伤者救出来，是救护工作面顶的重点。透过训练还有比赛，相信会当提升真侪消防人员的技能，会当更加紧把受伤的人救出来。记者综合报道。在苗栗苗一树控管道，刚发生有石虎火车搞血意外，结果嘛发现讲，翕石虎的红外线翕相机拢被偷摕走，真实的。铁门为难，门锁无破坏，但是内底红外线感相机已经无去。是来收这个自动相机的记忆卡，那发现说这个相机遗失了之后，发现我们苗二九的这个相机15台全部都遗失。苗二十九线面顶的九号浓度，过落去翕到九号的身影。这个月14日，研究团队要来回收相机的记忆卡的时阵，却发现规座路面顶15台相机拢偷摕去。苗栗县农业处无排除是了解相机设置地点的人所做的。有针对性的，而且有些或是甚至于有内行的特定的人来做这些事情。被人偷摕的相机包括有岛拿、大安溪生态公园2台、第三线10台、第61线后龙路段2台、第13甲线竹桥路段9台，佮加上苗二十九线的15台。
全部庙内境内200多台红外线相机，总共38台偷摕去。警方表示，偷摕时间地点分散，但是有一定的手法。哦，松开螺丝的方式，整台取走了。那针对周边监视器下载以后，我们做过滤以后会做一个清查。这红外线相机是庙内县政府或者是南投执行中心委托研究团队或者是家己驾驶的，进行九号热区的监测。曾经任苗栗县九号保育自治条例草案审议的时阵，投下反对票的国民党籍几落位县议员，上个嘛到现场来了解，强调这些相机对推动九号保育的重要性，要求警方爱调查啦。数量还没有调查出来的话，我们要订立15条例哈，就有欠依据了。那我是觉得说这个东西哈，真的是非常重要。你都伫传出相机给人偷的同时，22号暗头啊7点半。苗一树林隧道28.5公里到南往山的方向，又发生一只行人的公交车被人误杀。这是苗一树林隧道今年的第7件，也是今年苗栗县第20件的九号误杀事件，造成21只的九号死亡。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市水资源回收中心放流水的使用率仅1%，议员批评这个政策是失败，要求应该提高再利用的比率。工厂废水还有家庭垃圾水经过管线送到水资源回收中心处理过后，又拜访河川。桃园市目前7座水资源回收中心，1座还没开始运作，每天差不多有7万吨回收的放流水开放给公家机关民间使用，不过使用率只有1%，被机关批评。桃园市政府用了20亿盖了7座水资源再生回收中心，那它的使用率只有0.01%，大机关、公家机关、在建筑的工厂都没有使用。议员表示，回收的水应用在洗车、洗鞋啊、路、压路桥等等，暗个公家机关使用率增加，无示范作用，要求爱定处罚的规则。水务局指出，水资源回收中心主要功能是处理垃圾水，将清洁水送予河川，临时搁利用。不过会根据要求合约厂商遵守储水规则，安那无罚钱。气候变迁的关系，水资源不是很稳定。现在的法规来看，也只能用鼓励的方式，能够来多多取用我们水资源回收中心的放流水。那这样也可以减少自来水的取用，减少地下水的抽用。水务局表示，水车一抓上这10栋，载运量有限，真歹提升储水率。目前配合中央政策，积极推动放流水再处理，达到符合工业电炉或者是冷却用水，利用配供提供工业使用，才能大大提升这回收水各利用的比例。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今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咧北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高28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高31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高31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高29度。外度是21度到28度。感谢乡亲收看，咱再会。